诸位同学，请看《大众赞行》偈颂第七首：一切功德光明者，如云广大列殊胜，众生海中皆王一，说佛所行无等法。这个是赞叹说法的第二首，是赞叹普贤菩萨了，能说无等法。我们看经文：一切功德光明者，这一句是赞叹菩萨的智慧的能，没有智慧不能说法，没有功德也不能说法。功是修行的功夫，修行的功夫就是讲的断烦恼习气，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这是功。那德是什么呢？德就是发生般若解脱，你才能得到啊。法身就是法性，法性所现的相就是法身。般若是智慧呀，法性本具的智慧。解脱是自在呀，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我，常乐我净，这是德。佛法里面讲四净德，这个清净之德。常乐我净，常是永恒不变。像前面讲的这个普贤菩萨住于三昧宝镜中，一切过度未成界，这是常啊。三昧是乐啊，自在是我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一尘不染是净啊。所以你没有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的功夫啊，立一切烦恼习气的功夫，你怎么能够得呢？这个得是自信的智慧德能的恢复，并不是你真的有所得啊。这个德是什么？是恢复本有，但是失掉了。现在呢又得到了是这么一回事情。
所以这一句我们不能够忽略啊，一切功德光明者我们要学，我们要修功啊，啊，你修行自己觉得修得不错了，但是这个德吧没有现前啊，这个德最明显的呢就是常乐我净啊，这个没有现前，自己一定要晓得我的功夫还不够啊，功夫不到家，功夫到家了，这个四净德一定现前啊，四净德现前的时候，法身般若解脱你就得到了吗？啊，这才有能力像普贤菩萨一样续佛慧命弘法利生啊。如云广大力殊胜，这一句是赞叹，赞叹普贤菩萨的功德智慧啊。如云，云在经里面用的最多啊，用它来表法代表什么意思呢？非有非无啊，云我们看它不能说它没有啊，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它是不是真有呢？你一靠近它就没有了啊。那现在我们很清楚了啊，大家都乘过飞机啊，飞机飞到上空都突破了云层，云没有，云要有就有障碍啊，它没有障碍啊。啊，所以佛用云代表啊，非有非无，就是一切诸法不能说它有也不能说它无。啊，你要说它无它像有。你说的有体无啊，所以佛在般若经上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如云呐。啊，用这个来赞叹普贤菩萨的智慧功德。普贤菩萨对于自己的功德智慧有没有分别执着呢？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呢？如云广大力殊胜啊，利用很殊胜 啊虽然毕竟空，但是它能够现象，它能够起作用啊，现象起用是为什么呢？是为度众生，所以称之为殊胜啊。啊，跟诸位说，不是自受用啊。啊，佛对初学的人讲有自受用。啊，为什么呢？初学人学佛都希望自己得受用嘛。假如自己不得受用，他学佛干什么？啊，把学佛的念头就打断了嘛。所以初学中下根性都讲有自受用他受用，到高级的佛法给诸位说没有自受用，只有他受用，华严经上没有自受用，全是他受用啊。这一点我们如果
细心去观察，你会发现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有没有自受用？没有啊。如果自受用的话，这物质生活应当过得相当富裕啊。啊，为什么一生都是树下一宿，日中一时，过三衣一钵的生活，没有自受用？到你正得法身，啊，换一句话说，十法界里面，十法界里面有声闻、缘觉、菩萨、佛，啊，这个由自受用，由他受用。到一真法界里面了，没有自受用，只有他受用。这才真正令我们凡夫佩服赞叹啊！不为自己，为众生呐！啊，为什么不为自己？他没有自己。设法界里面，佛菩萨有自己；一真法界里没有自己。一真法界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四相四见通通都断尽了，都没有了啊！现身说法全是众生的感应大教，这个应纯是自然的啊，讲自然还没有办法说到真实处，所以佛经上有个名词叫法而如是啊，法而如是，法它就是这样的啊，连自然都说不上，本来就是这个样子，还有什么自然不自然呢？啊，这个境界我们无法想象啊！啊，所以才说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啊，一切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在十法界。真相都是言语道断，心行出灭啊！众生海中皆王矣啊！啊，众生海是形容无量无边啊，就是前面所说的夜夜微尘。夜夜毛孔，这里面有一切诸佛刹土众生普贤菩萨都到了也到我们这边了啊，不到我们这边，我们今天不得普贤菩萨的加持，这个经文句子我们看不懂啊啊，我们能看得懂，能看到里面一些意思出来，不是自己的能力啊，自己没有能力啊啊，普贤菩萨在加持啊！诸位在这里听，哎，也听得很欢喜。你为什么能听呢？
你为什么会听懂呢？你为什么会欢喜呢？也是普贤菩萨的加持。那普贤菩萨加持你到底得到多少，那就看你自己的功夫了。那这个功夫啊，就是经中所讲的三自良，你的心、你的愿、你的行，与这个肯定成正比例。如果你信愿行的功夫深，你听的就比别人懂得多。啊，你要是讲经呢，你看的就比别人广，比别人深。啊，你信愿行的功夫浅，你体会的也浅。啊，你体会到的范围呀也小。加持的力量啊。啊，普贤菩萨的加持就是一切诸佛如来的加持。啊，所以菩萨就有能力摄佛所行无等法。啊，无等第一法了，没有能够跟他平等的啦。这是称赞的法啊！如果克时而论呢？佛讲的话没错，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既然法门平等，无有高下，那哪里又来了个无等法呢？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无等呢有两个意思，一个呢能摄力胜，举二言故，能摄的人，他的智慧，他的德能，他的道德殊胜，具足二言，这个二言就是智慧庄严，福德庄严。是从说法形象上来讲的。啊，这个说法的人了不起啊。他的修持这个功夫不是普通人能够相比的啊，那么他所说的法，同样讲一部经，别人讲的没有他讲的那么圆满，没有他讲的那么透彻，哎，他讲的这个那无等，从这一面讲的啊，这个意思也很好啊。第二个意思呢，所摄无等呢，是摄佛所行故。啊，他所摄的是佛所行的，不是菩萨行的，不是声闻缘觉行的。啊，是佛所行的。清凉这个解释也解释得挺好。啊，总是把这个无等呢说出来了。啊，其实我也有个意思。啊，无等应当从众生根基上来说的。啊，这个法能够起一切众生的根基，哦，那这是无等。啊，这个法殊胜。啊，
如果这个法契机的范围越小啊，自狭，这个法就不是第一法了。你想想禅宗啊，六祖大师在《坛经》里面所讲的，他所戒引的对象，他教化的对象是哪一种人呢？上上根人啊，不是上上根人的，跟他就没法子学，学不到东西，这个范围就小了啊，不普遍了。于是在一切法门里面，为什么一切诸佛都赞叹净土法门？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里面，那是代表一切诸佛的赞叹，称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释迦牟尼佛赞叹就是一切诸佛的赞叹，为什么呢？阿弥陀佛这个度化众生的方法，叫三根普被立顿全收上上根人行也收，下下根人也收，造作无逆十恶罪的人也收。这个不可思议呀！所以他这个法门就广大了。这个法门呢就变成第一了。也就是说是没有什么条件的。不像六祖所讲的一定要具足上上根。你跟他学你才能够得度。净宗法门下下根无逆十恶，临终十念都能往生。所以这是在一切法门里头都找不到的呀。临终十念的往生，往生大概呀是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依教修行积功累德，我们一般讲这是平常的通途的另外一种是非常特殊的忏悔往生他一生造作许许多多罪业，临终忏悔也能往生这都是在佛在经上讲的譬如我们在观经里面看到的二世世王杀父囚禁他的母亲跟提婆大多勾结破活活生害释迦牟尼佛无逆十恶他通通做尽了，这个罪过是阿鼻地狱但是阿舍世王在临命终时后悔忏悔知道自己一生做错了那个忏悔的心真诚恳切念佛
求生净土，阿弥陀佛接引他往生了。啊，那在我们想，他往生品位大概一定不高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他往生的品位是上品众生。我们听了毛骨悚然呐！啊，忏悔的力量不可思议啊！中国谚语所谓呀，浪子回头金不换呐！啊，他这一回头啊，好人当中的好人。啊，不要论他过去的，要论他现在的。他现在是真正的好人。于是，我们对于世间造作极重罪业的人，不敢轻视，不敢轻慢。啊，也许他将来临命终时忏悔求生净土，在西方极乐世界品位还高过我，啊，我还不如他，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佛在经教里常常教导我们，不念旧恶，不憎恶人。啊，一个人过去做再多的坏事，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啊，再恶的人不能够讨厌他，啊，不能够憎恨他。佛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呀，啊，我们应当依教奉行呐，啊，六道凡夫里头，绝大多数是不定性的，啊，与他生活环境有关系，他跟好人在一起，他就学好了，他跟恶人在一起，他就变坏了。所以，教育重要啊！啊，诸佛菩萨明了。所以诸佛菩萨的示现都是示现从事于教学的这个行业啊，释迦牟尼佛如是，中国孔老夫子、孟夫子也如是啊。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呢，都是从事于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有教无类呀，不分彼此啊！啊，来者不拒，去者不留啊！只要肯学。只要肯亲近他老人家，平等慈悲接待，啊，绝对不分富贵贫贱，啊，一律平等看待，啊，也不分国籍，不分种族，啊，不分宗教，
啊，什么都不分呐、啊，啊，平等的教导，啊，平等的爱护，这才显示出大德、大智。那么说佛说行无等法啊，要克就本经而论，这就是普贤菩萨幕后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无等法了。在华严经上我们看到舍利菩萨出后不离念佛，我们这才明白了啊！我学佛最初对净土法门实在讲没兴趣啊，啊，没有把它看在眼里，啊，也跟一般人的之见一样，认为这是老太婆教，啊，我们是知识分子，啊，怎么会学这个法门？啊，知识分子学大经大论呢，学华严经啊。啊，往年华严我也讲过一段时期，啊，讲了十几年了，但是常常在国际上旅游，啊，所以是断断续续的讲，只讲了一半呢，没有讲圆满的。啊，八十华严讲了一半，四十华严也讲了一半。有两种华严呢，同时都讲。啊，讲华严经的时候，有一天，啊，突然想了一个问题：文殊普贤修什么法门？啊，代表华严经修行的是善财童子。啊，这个我知道啊。哎，善财童子修的是什么法门？结果仔细一查经啊，这三个人都是修念佛法门，都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这一下就愣住了。啊，平常对这个法门疏忽了，没有想到这个法门这么殊胜。看到所有的这些佛菩萨全都修这个法门，舍利品里面看到啊，舍利菩萨初是初地呀，后是等觉，从初地到等觉通通修念佛法门。这就是说明在华藏会上，这个三贤位啊，摄住、摄行、摄回向，并不完全修净土，啊，还有修其他法门，啊，但是登了地呢，通通都修念佛法门了，啊，为什么？登地呀，智慧也大。对于哪一切法门当中，哪一个法门是最容易成就啊，最快速的成就，最稳当的成就，他们明白了啊，全都选的
净土法门，都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太殊胜了。啊，我从教下回过头来归净土，最主要的《华严经》啊，引导我。啊，我从华严入净土啊，真的是普贤菩萨度我的。啊，如果过去没有那个十七年的时间讲华严，我对于净土啊是尊重，我不会发心修这个法门。啊，实现他的修这个法门，是从华严经里面看到法门殊胜，这无等法了。啊，再看下面这一首，啊，第八首，为度众生于界海。普贤圣贤皆修习，言一切法如大云，其音广大于不闻。这一首偈是普度众生，为一切众生宣说无量法门。前面这个无等法可以说是净土法门啊，特别提出来，但是还有不少人对净土不能接受的 这些人不能够把它舍弃啊，还是要照顾啊。啊，众生喜欢什么法门，就教他什么法门，所以。佛法有八万四千法门，有无量法门。你看四弘誓愿里面讲的法门无量誓愿学啊，为什么学那么多呢？是为度众生的，不是为度自己的。为度自己一门就可以了啊，为度众生，众生根性不相同，机感不相同，所以要度一切众生，那你一定要学一切法门啊！但是这个事情不难啊，一门通了，门门都通了啊！一个法门得到了，门门都得到了。为什么？因为一切法门都是自信流露出来的啊，一门呢见性呢，一门深入，深到什么程度呢？深到明心见性啊，这一见性呢，所有一切法门都通了。也就是说，你的妄想分别执着断尽了，等觉菩萨还有一品生相无明没断，他没成佛啊，他这一品无明断尽了，正究竟果位。无量无边的法门圆满通达了
这个时候完全没有自己了，唯独众生于界海啊。众生迷惑颠倒，堕落在三途六道啊，九法界。不能觉悟啊，证得究竟圆满果位的佛菩萨，这个时候发无尽的大慈大悲，来帮助这些众生普贤圣心皆修习。普贤菩萨殊胜的大行在哪里呢？就在这一部《大方广佛华严》这部经里面所说的，就是普贤菩萨的大行。十大愿王是这一部经所说的大行的总纲领。这个大行里面十愿，每一愿都具足这个文殊菩萨的十波罗蜜，每一愿都具足十波罗蜜，而且呢，每一愿都具足其他的九愿。这是华严经上讲的一劫一切，一切皆一，一法不能够缺失的，缺少一法，他这一愿就不圆满。普贤为什么叫圣贤？夜夜行中具足一切行门，一切一切，一切皆一，通通休息，唯有真修，修成就了，才有能力表演，才有能力解说。这帮助一切众生呢，也一切法如大云，如大云这个比喻跟前面讲的一样，就不说了，那么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是也一切法也说，也这里头没有说这个字，因为他这个地方寄送啊，他受文字的限制，他要整齐，每一句一定是七个字，但是下面这一句呢，意思就补出来了，其因广大弥不问，他要不说哪来的因呢，所以演是表演，是做出来给众生看呐。要做出布施，要做出持戒，要做出忍辱，要做出精进，这个是十波罗蜜，还要表演礼敬，表演称赞，
表演广修供养，表演忏悔业障，都得要做出来给人看啊，绝不是空口说说而已啊，那个不行啊。菩萨行门法门，就是讲纲领，再多佛常讲啊，一个布施通通都包括了。布施里面分三类啊，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啊。通常讲菩萨行呢，都讲六度啊，六波罗蜜啊，啊，这是菩萨行的六大纲领啊。我们也可以说菩萨修行的六个科目啊，第一个就是布施。为什么说布施能够包括一切呢？持戒、忍辱这两条是属于无为布施。啊，你持戒了啊，比如说你持戒的人，你持五戒，五戒有不偷盗啊。我们世俗人常讲啊，财不可露白啊，怕人家抢劫。我现在财露白了，被你看见了，不要紧，他不偷盗，我很放心。一丝毫恐怖都没有，这就叫无微不施啊！啊，忍辱啊，譬如我们在言语态度上啊不谨慎，得罪某个人了，那个人是持无戒的。啊，是修行人啊，他是修六度的，我得罪他，他不会怪我，他修忍辱波罗蜜的，这都叫无微不施啊。精进、禅定、般若，这三种是属于法布施。啊，你们想想看，说所有的这个法门呢，到最后归纳到最后是一门，这一门就是布施。啊，从布施里面开除六条，叫六波罗蜜。从般若波罗蜜里面又开出这个四条啊，变成十波罗蜜。十波罗蜜一归纳，布施一条啊。布施对自己是放下了啊，放下妄想分别之处啊，对别人呢是供养啊，
尽心尽力，广修供养啊，供养就是布施。布施里头有恭敬心，有真诚心，恭敬心啊，平等心，清净心，这个布施就是供养。我们要尽心尽力去做啊，现在这个世间众生最缺乏的是什么，我们要晓得啊，为什么这个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没有安全感啊，什么原因造成的？迷惑颠倒啊，这才是真正的根啊。啊，怎么解决呢？开智慧就解决了啊。那由此可知，今天这个社会大众缺乏的什么？缺乏的是真实智慧啊！真实智慧在哪里呢？在佛法里面，是世出世间的第一等的好事啊，没有比这个更好了啊。布施佛法在古时候只有两种方法，一个是讲经，一个是印诵经书啊。从前只有这两个方法了，现在方法多了，啊，现在你看有录音带，有录像带，有光碟，啊，还有网络，啊，有卫星电视，现在方法比从前多得太多了，啊，如果我们能用这些方法尽心尽力去做，那个功德都不可思议啊！但是这样布施佛法啊，用讲经这个方法来布施方法，里面有最重要的因，你真修行啊，你不修不行啊，你修了你才能言啊，言才能说啊。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啊。一般人能做得到的什么呢？印诵这个经书。啊，供养佛像。啊，造佛菩萨形象。给一些人借缘供养，印诵经书啊。那么像现在呢，我自己不能讲经，由法师讲经，那个录像带、录音带、光碟，我们尽自己一点点力量，以真诚心来流通也一样啊。这个真实功德，果报都不可思议啊！因为你做这些，你还是要用钱呢。你用钱是发布施，但是你这个钱呢，是印的是经书，
做的是光碟啊，那这个东西这是法，所以财布施、法布施、无为布施三种布施一次完成，不可思议啊！现在人呢苦是很苦啊，但是修佛的这个机会比从前人多啊，修真实佛报啊，古德也比从前人超胜。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呀？啊，我们今天在此地建这么一个小小的佛堂啊，但是这个佛堂里头有一个摄影棚啊，我们有网络，这个佛堂产生的效果比什么样大的寺院还要殊胜啊，再大的寺院你没有办法把佛法送到全世界啊，不能把佛法送到每个人家里啊，我们今天能做到啊。啊，所以这个道场多大呢？尽虚空遍法界，称的是此地所讲的言一切法如大云。啊，地方虽小，哦，那个效果非常殊胜啊，其因广大弥不完。啊，这法音呐、啊！啊，现在不但有音，还有像，啊，还有文字，啊，真正是广大，啊，希望我们这边在改进我们的设备，啊，加大我们的光缆，啊，让全世界各个地方从网络上都能很清晰的收看。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